天睡起来就很想吃卤肉饭，所以我就决定要出来吃卤肉饭。虽然现在冒着大雨，现在超大雨的，这个卤肉饭也是我的第一名。台湾很多卤肉饭都很好吃，可是它在我心目中是第一名。这边的卤味饭超好吃，卤肉是有肥肉、瘦肉，怎样？这硬要进去我的 YouTube 里面。我拿给你拍。哦，好吃，好吃。这卤味饭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，就是我的第一名。真的？我觉得就卤味饭都很好吃，可是这个是真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说，你吃一个。我跟你说，不吃猪肉。不是。台北有一家非常好吃，要排队排很长。你先吃这个再说。哦，真的。你先吃这个再说。你有吃过那一家要排队很长吗？有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很好吃。光顺带我去。真的吗？可是这家是隐士的，它是藏在乡下。哎，很好吃。有跟那一家有什么有一样吗？不错。还差，那家更好吃。那家比较湿一点。湿一点，可是这家也不错。它味道很好。也可以点个小啊，真的是，第一名就是这个，上次小红不是成为你的宾客吗？哪个？小红，红泽林，他是我的贵宾，我住在他家。哦，不是我说，他不是有上镜？上镜，对啊。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它吃东西超可爱的，超白痴。而且这边的牛肉汤水饺很好吃，它汤很甜，那水饺是自己手工做的，超好吃，就不就不吃。哦，好烫哦，你要不要试看看那汤？好啊，是甜甜的，它就是甜甜的。你会葱啊？吃葱吗？葱，最爱葱。很烫是不是？哦，很烫。不行，这个水饺要把我拿出来，然后它这里放凉。这水饺很好吃，它手工水饺来的。好喝。哎，好肉汁，这水饺，好喝哎！是不是后悔点蛋花了？而且它有辣，这可能很辣的。哇，好烫啊！好喝。牛肉比较好，牛肉汤比较好。它刚刚很煮牛肉的那个有味的肉跟汤，来弄这个是汤、哦。蛋花就一般。真的很甜，然后就很香。所以大家来吃这家，一定要点牛肉汤水饺，不要点蛋花。这是传说中的蛋花汤，蛋跟花跟汤跟小羊。我已经吃完午餐回来了，回家里，因为刚刚在外面下雨，所以没办法拍那个店的大门。可是那家店叫做大三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卤味饭一级棒，第一名，是我的第一名。好，今天的播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